今天双方的先发球员达兴队有苏奕解、罗毓群、黄镇，林奕辉以及布拉，桃园球员则是彭俊彦、简伟如、李奇伟、陈冠群，还有 Quincy Davis， 切入转移到底线，收球的上篮，出手背进，后面是布拉，再交给陈建恩，球送到中间去找戴维斯，中距离跳投球进，走底线，这球传得漂亮，这是一个 mismatch。 苏奕解外线起了出手，巨，不管他，但今天的前面一波的攻势也看到碰碰不断，这篮下来狂。外围交给林奕辉的三分球跳投出，更难能可贵的部分是因为林奕辉在本季的季转移交给简伟如，在三到底线，回到中间，漂亮的一个传球，长篮板还在浦原对手上，陈建恩的出手球没进，戴维斯在二楼摘拔了，秒钟的差距，切入球出来。 交给林冠伦外线跳投出手球进，球再转移出来交给简浩，转身的抱投出手得分。林辉切入再掉给布拉，双手抱扣泰山压，这是一个多拉少的快攻机会。篮下戴维斯再抓了进攻篮板，篮下抱扣篮板之后，把球往前传，但周瑜想可以把这个球给快攻出来。当然在整个达兴队这防守，在整个防守的阵型上是摆一个二三的球。 交给黄镇外线跳投，上半场还不到三分钟，球再掉给 Q， 中距离跳投出手再得分。哦，这个球传到前面，漂亮！目前他攻下了七分。林冠伦外线发炮，陈金恩，担心点，地板球再回给 Q， 中距离跳投出手，球再掉给布拉，篮下这个就卡进去了，也是被抄走，快攻机会。 走在前面的是林奕辉，上今天两分的失误次数都有点多。哇，我们看看这一次，因为布拉已经拿出来去找简伟如，收球掉给戴维斯，啊，这个球被挡下，掉给林奕辉，在高调的禁区交给布拉，双手暴扣，就是面对战前防守教科书式的一个传球，快攻机会，速度拉开来到了17分优势。戴维斯的跳投，这传球 timing 太快，造成一个失误。布拉转身，这个球闪过去了。 朱杰推到三分线外的跳投，啊！回给吴宏兴，篮下有单打造成犯规，球进算。这么简单的二打一就可以取得分数，这样追分来讲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。给到石敬尧，完成的三分球巨，哇！这动作非常漂亮，但没有放进。林金榜的中距离尝试再转移出来。 交给林奕辉的外线三分球，球再出来交给林奕辉外线三分球，石敬尧，篮下的一个转身，哎，到这边是差不多要告一段落。